那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萧炎问道。焚老将目光看向天域的深处，半晌后缓缓的道，或许只有进入天域的核心，或许才能够揭晓他们建造掌管万魂的天域秘密。听完焚老对这个世界的一番解释后，萧炎也对神器联盟有着不少的了解。从九域天神阁到如今的天域，都是给他带来了几度的震撼感。特别是天域竟然是一个建造出来的地狱，只要与轮回盘达成契约，就能够在天域中重生，获得二次生命。但神魂就不再是听命于自己，而是天域，因为他们的神魂意志就会被抽走，只留下本身的记忆，不能支配自己的神魂。萧炎在稍微整理了一下震惊的思绪后，传音道：焚老，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快一点找到灵动兄和牧尘。我自从来到这里后，焚神之力几乎已经在他们的身上彻底的消散，看起来他们应该是遇到了危险。焚诀空间中的焚老身影悬浮在其中，他的每一眼所过处都像是在计算着什么，但又很快算出了结果一般，传出淡淡的声音：这天域很不简单，目前我们还只是在最外围区域，如果深入其中，定会有着强大的存在。小家伙，你那俩兄弟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连焚老都这么说。萧炎的心瞬间跌落了谷底，看来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曾经灵动与牧尘二人与自己并肩作战，各自都是经历过种种挫折与磨练才达到了现在的高度，他们二人的天赋和实力可不会比萧炎弱多少，甚至与之交手的话基本都是五五开，彼此之间的神物都是极其恐怖又强大的存在。萧炎的拳头紧握起来，眼神中充斥着绝不放弃的神色，就算灵动牧尘真的已经遇险，萧炎也要见一见他们，不到最后的一刻，萧炎可不会死心。小家伙，见你如此决然，老夫也助你一把，你尽管深入天域中寻找你俩兄弟。有了焚老的这番话，萧炎的信心也是足够的强大起来，毕竟焚老的实力萧炎开始见识过的，他的神魂力量无比的磅礴奇特，仿佛就是用之不尽一般，犹如是深不见底的大海，也是望不到尽头的星空。这就是萧炎对焚老的比喻。有了焚老的帮助，就算在天域中遇到什么强敌，他也不会显得如此的被动了。虽然目前依旧无法承受焚老的半道神力量，可是借助焚老让自己提升到巅峰天位神阙并不是什么难事。很快在焚老的指引下，萧炎离开了这座小岛，最后朝着这黑水的深处以最快的速度跨越而去。一道身影嗖嗖的在黑暗中穿梭，一半寻常的天位神也无法看到黑暗中的这道身影。在经过了数日时间的赶往之后，萧炎发现这天域真的不简单，这条黑水非常之大，在经过了数日时间赶路，竟然依旧是无法看到有什么陆地，唯有一些小岛在黑水之中。同时这天域除了黑暗还是黑暗，没有任何的光亮，从而萧炎在赶路的时候便是将幻虚地炎莲召唤出来照亮周围的空间，不然的话就连方向感都把握不住。萧炎抬头望去时，这里的黑色天空无比的浑浊，那些可都是死气，让萧炎有一种前所未有感受，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些死气对自己身体的入侵和炼化。不过好在有着神火护体，不然早已经成为天域的一种养料了。即便如此，此时萧炎的身上也感受到了不适，加上四周大量的诡异死气，令得萧炎的神火屏障都出现了蜘蛛网般的裂纹。这死气随着萧炎越往深处就会愈发的强大可怕，那种入侵万物的能量也是逐渐的变得恐怖起来。如果没有焚老在，仅凭借萧炎如今的实力恐怕都难以进入深处，就算进入怕都是凶多吉少，更不要说什么救人了。萧炎一直以为以五重天位神巅峰的力量就能够有信心，然而在进来这个世界后才发现自己的力量子在面对一些更为神秘未知的时候显得依旧渺小。时间流逝，又过了数日之后，存在于这片世界之中的诡异死气只有在某一时间段的时候才会略微消散一些。萧炎双目微微一闪，便是冷冷朝着深处继续急速前往，那速度可谓是有风一般，风动影道，神行七步的风步还真是不错，加快了萧炎的自身速度。然而就在萧炎赶路时，在他的正后方两侧便是传来了阵阵疾驰掠过的声音，有数十位干瘦身影，他们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扛着两具尸体，从萧炎的身边掠过，仿佛根本没有看到萧炎一般，似乎也是朝着天域的深处赶去。这数十道身影个个都是干瘦的皮包骨，他们没有正常人的眼睛，而是一双没有任何神气的纯黑色所代替，给人一种诡异之色，但这纯黑的眼睛中却是散发着死气的精芒。他们身上扛着两具腐烂了只剩下半边脸的尸体，在经过萧炎的片刻后，他们的脚步都是停了下来，然后便是朝着萧炎所在的方向直奔而来。如果不是有神火照亮的四周，萧炎还真的看不到这些身影的面容。他们的速度之快，几百丈的距离只是一个呼吸就来到了萧炎面前，身上竟也是散发出了五重天位神的气息。这数十道身影将萧炎团团围住，其中一位矮小的身影身材干瘦嶙峋，来到萧炎身旁后看着萧炎睁开的双目，然后忽然笑了起来，这里竟然出现了一个活人，真是少见啊。萧炎冷漠地看着面前的这位矮小男子，他也并没有直接选择出手，毕竟这周围的诡异死气越来越浓郁，竟然有着让他体内的神元之气都有所被压制，不对，应该是被强行的转化成属于这个世界的那股力量，也就是死气。此活人应该是与刚刚被外面放进这一批人中的成员吧，竟然还被溜走了一个，还真是有点意思啊。
又是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缓缓传出，他的声音皆是带着一丝阴沉和沙哑，仿佛他才是这数十道身影中的最强者。